本案经警方到场了解，是于12月8号23时许，其位于本辖汉普路一处大楼。该大楼住户驾驶自小客车，从地下1楼进入停车场升降机，而其升降机疑似机械故障，连人带车由1楼坠至地下2楼，造成蔡姓驾驶其王姓乘客腰部受伤，而由消防人员救出送医诊治。